听说您打球比较晚是吧？啊，对，我打球比较晚，对，十八岁以后了。十八岁以后是吧？对，十八岁以后了。之前没有接触过台球吗？啊，就是没有，都是上学去跟同学玩，那不算啊。那不算啊，对。啊，那都不会打。那你这天分相当高啊。因为我比较怎么说，比较练习的比较刻苦，比较刻苦啊，和练球都是一夜一夜练的，自己一个人一宿一宿的练，对对 对, 对，就自己练吗？对，自己练。哦，就练了多长时间去打比赛了？就练了一年嘛，我是2005年、2006年去开始打球吧，2005、2006年那样，当时打一个第二名，完了。就离开沈阳了，就出去去打球啊，去外面打球去了是吧？你这进步太快了，两年的时间。那时候可能没有像现在这种水平那么高吧。那时候文哥2007年已经打九球了，没有很少去打这个东西。对，不一样啊。那你后来接触到这种更高级别的比赛的时候是到什么时候？或者是你就是后来2009年开始打乔氏的嘛比赛？哦，2009年。但是我2006、2007年也参加乔氏比赛了。但他比是没打不进去啊，没打去，对。你乔氏冠军第一个冠军是什么时候拿的？11年拿的。11年拿的。哦，那个时候，比如说你2007年到2011年期间，那个时候中式里面打的比较好的都是谁？陈强、王岩、王岩啊，那个就是实习生带友啊，谢小虎这些啊，新陈代谢好像有这么一说吧，是吧？那个时候你和相当于郑博，你们两个当时还没有对，但是我们刚那时候刚刚不打斯诺克回来，对吧？对，刚刚不打斯诺克回来。对，你们俩那对那时候小时候他我就跟他一起打。你比如说你像你进步这么快啊，你有比如说你给一些初学者或者是想走职业的练球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你们应该怎么练？建议肯定是首先你。找一个好的教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完了，你还有加上你平时有一把适合自己的杆，这是一定的了。对，如果你杆不能老换，对吧？要适合自己的杆。完了，注重你的练习方法吧。因为不一定我的练习方法适合你，但是就是说，一个好的教练可能会找到你适合你自己的方法。那你觉得比如说这对于初学者来讲或者是爱好者刚开始他应该练些什么球？基本功最关键，基本功对哪方面呢？基本功各种比如说对角直球啊，这边的直球基本的触感，不是说为了练习能打进，或者打进只是一种感觉，要练习你的出杆的节奏，出杆的节奏和你要出杆之前的节奏，还有你的打点，白球打点做到完善，做到稳定，你再去打全盘或者做一些别的时候会提高会快一些。完剩下比如说你再提高一些就是会比赛的经验了，随着你比赛打多了经验要积累，你不可能上去就是赢的。对，你说的是打比赛的经验这块啊，要积累经验。对，我感觉其实我看过你打比赛啊，这八球这些比赛，我觉得你在这种选球上很多思路上其实挺好的，就是球商高啊，对，哎，这个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可能也我看那个谁吧，文哥打球，他就是我觉得你俩挺像的啊，顺序比较好。对，所以我从小也一直跟他在一起打球，对，他那个顺序非常好。是他教你的，还是你跟他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去学他？啊，自己去学的，去学他的是吧？对，因为我们以前他也在一起练球。对，我知道啊，练过一段时间。对，我们在一起练球，完了他那个打的就一看这，因为我们打的这水平，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对对对。包括有一段时间你比赛成绩非常好，那个是乔是连着五个冠军吧，一次到一五年啊，那个时候相当无敌，运气吧而且那个时候感觉有大心脏是吧，给我感觉，然后有好几次是落后逆转，就是过去事情其实也不需要再去急这东西，就是过去就过去了，急了会感觉像有一些老的选手老是提我以前怎么怎么样，明白我不喜欢这样还是想对这打好是吗？对我想以后能我还干好，因为我感觉我没有那么年龄没有那么大，我认为我还可以继续做得更好。你对你现在接下来的比赛有什么规划吗？因为我看现在比赛太多了，但是每一个大型积分排名的比赛肯定要参加。你现在排名，比如乔氏的排名，或者是就都是在中台协，我是排前四名。啊，前四。哦。乔氏的
前八名这样子、哦。对，一直其实成绩还是很稳定的，对，一直还是很稳定的，就是排名还是可以的，就是为啥冠军？冠军哎，对、让人总是这样啊，不太舒服。这个、所以说，我也没办法，我也是自己去调整。对，有的时候比如直播间，我也爱说两句，就说这个话题，就是不能老那样看。哦，其实说的这个啊，也想起来，就是关于你比赛当中的一些表现，因为。你其实很多比赛当中给人感觉有争议在哪儿呢？就是你情绪化，就是比较其实你比较善于在现场表现自己那都是怎么说啊？都是前提，首先都是我在打球的时候，队友在打球的时候从来没有。那是的。对对对，我是觉得这种，我是想这种东西是你由内。但我这一两年也收敛多了。收敛多了、啊。收敛多了，我感觉。那就看最近吧，看看咱们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不能再多拿几个冠军，是吧？重新把、努力呗，这东西看不到的你感觉区别在哪呢？就是现在拿不了冠军的，你感觉跟之前的这个环境啊，不是，一是吧，你可能有一些去教学员呐，啊，分析，还有一些就是，叫什么？比赛太多了啊，别太多，状态不一样啊，不是不一样，你太多了吧，你老是。没拿冠军不老是输吗？哦，恶心。之前比如比赛一年实战的话，他会有的时候会休息一个来月，他会不一样。嗯。再一打比赛，他会有一种激情也好，是怎么样也好，那时候运动员的抗压能力也不一样。嗯。现在比赛多了呢，别的球员他都能打上去了。嗯。他对这个比赛也没有那么紧张了。嗯。原先比赛比较少的时候，他一打去一紧张的话，那我的机会就明白，所以说就会有存在比较，因为他比较少，特别想拿呀、啊，但我拿的多呀、啊，说白都放开了，是吧？就不像以前，你可能双方对，你看现在十万十万的冠军太多了，原先哪有那么多啊？对吧？原先三四站，感觉这个十万那老多了，是吧？对，但是实际上打到后面的还是那些。对，我看了，其实最近这几站呢，不会超过五个人的。对，楚炳杰，对，就是冠军的人头不会超过五个人啊。对，你就仔细看，啊、不会，就是这几个人来回，冠军的，可能有的时候亚军的时候会变啊。对，但是冠军你看吧，就这五六个人来回变，差不多。啊，有人想问你最不想碰到的对手是谁？啊，这个没有的，没有。其实我们打到这个阶段，你。打到后面比赛后面，你一定要都要碰的，嗯，对，而且你所有的高手我也都赢过，你不需要说你怕碰到谁，那肯定是希望就是在以另一个角度来说，肯定希望碰到差一点的选手比较好打一点，但是比赛是不可能遇到差一点的选手，你打到后面八强四强的时候都要遇到水平互相伯仲的水平，但是一定要看你的发挥，你的精神状态啊，心态啊，这些要把握好。没有想碰到你。问题就是，如果你这么去想法的话，想碰到谁或者你怕谁的话，那这个才有比赛，那就肯定就没法打了。对，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嘛。明白。然后杨帆也是常住在这个双哲校区，然后给大家做教学。平时大家如果想学球，都能看到杨帆。以后如果水平高的话，也可以跟着杨帆一起去到处去比赛啊。如果他比较适合走这条道路的话，你像赵汝亮，赵汝亮是一直跟着你的吗？是一四年嘛，一四年啊、14年，他多大的时候跟着你？十四嘛，也是十四啊。对，十四。等于我看着，因为这边现在好多小孩都是在14岁左右。对，十四左右，初一左右吧。啊、初一初二吧。你觉得打职业大概什么年龄开始练球比较合适？这个也得看家里，我还是建议先上学吧。先上学。对、哦、就如果他不耽误学业的情况下，在平时其实课余当中这些时间足以把台球练好。足以把台球练好，被耽误学业。大家好，我是杨帆。大家好，我是双哲的总教练苏定。大家好，我是赵汝亮，学台球上新锐。请大家关注新锐台球学院。希望大家关注新锐台球学院。欢迎关注新锐台球学院。新锐台球，台球教学领导品牌，全国知名教练培训，国内顶尖课程研发，首创分级教学系统，6个业余等级划分，28个专项突破课程，500家训练题型，量身定制你的学球计划，让你从零基础到职业水准快速成长。加入我们，与数十万爱好者一起掌球。
学台球就上新锐。